顶级美国牛小排，算个两三下就能入口。一大盘牛肉配上汶莱虾，还有澎湖空运来的大蛤蜊，麻辣锅单点加上只送不卖的特制面条，精致单点还不够。其实这麻辣火锅还有客制化服务，客人电话预约，我们早上才会去滨江市场做采买。那不管是红鲟啊、斑节虾一些比较特殊的，我们都会帮客人买到。没听错，想吃菜单上通通没有的，就能直接预定。七天前告知火锅业者，当天现买现送。当然，客制点餐可以只点最低消，鸭血豆腐吃到饱。想吃顶级的澳洲和牛也可以，甚至告诉老板金额，还能请老板帮你配到好。活螃蟹去壳去刺，还有这一家蒜蒜锅店，海鲜通通客制化。不管是活蹦乱跳的波斯顿龙虾，还是花蟹、明虾，要吃什么点什么，直接从缸里捞出来，更主打产地直送。但如果想吃特别的海鲜，事前预定，老板用餐当天就会一早直接去渔港订客人想要的鱼货。三天前就可以订了，然后基本上是龙虾跟螃蟹会比较多，然后以客人想要的海鲜，然后做海鲜搭配。跳脱火锅吃到饱，甚至单点服务，从小火锅到麻辣锅，客制点餐、取材送货，每年上亿元的火锅商机，谁能满足消费者的嘴，就能在火锅市场上冲出新蓝海。记者王宗翰、王淑文台北采访报道。